PV 职场 Anna 是第二年得到 HR Asia Award， 得奖只是一个起点，在此我想感谢组委会给到我们 PV 职场 Anna 第二年这次荣誉。同一时间，我也要感谢整个 PV 职场 Anna HR 的同事，是因为大家的努力，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份荣誉。